台中市对一百空四年开始吹行行业释放有意愿，三年来效果没那么，提合微飞的行业整体发展计划当中得到优等，每得到的300万元的奖励金，每到的韩国都有意愿捐下来做深金色行业搞好。台中市合微飞特别派的行业释放有意愿搞好规模，以往是在对应下6兆有意愿19兆班，明年增加到14兆有意愿27兆。当菜头，第三方还有。有一张的线上用行业问小朋友问题，小朋友这种行业回答是从海讲翻译控制安全。除了上课教学之外，环境的布置得到客家文化酒馆，也是台中市政府积极在推动的清真寺行业搞好。哦，金碧路咧，尾系看到因个泰班，其实泰班的声音哦，佮听得是咧，只是说佮他表达的是哦，佮讲唔出来。所以呢，因都搞好的是呢，其实全客语来讲，他们是可以接受的。你要用泰班了，无嘛就准。好，下班爱的经验就是爱讲物件，佮全听无。所以爱一天啊，就是班系讲关于，譬如讲咧水果，叫水果。很多时候要用国语来代替。为了保证其他的就职者进入行业新城市，了解物价运作，请进行行业搞好。台中市消委会当工作重视就职者，期盼行业释放就职者搞好干部，不管个在实际来看，记得上课倾听。和那个小朋友来互动啊，刚刚跟讲啊吃饭嘞，我爱直接的感觉了，都感动刺眼嘞。这个就是我们。采取沉浸式教学法的一个功效，啊，明年呢，那提升到14元啊，27班。台中市消委会表示，沉浸式行业教学最大的困难，并没有人来参加某电动的行业师资五类问题。第二，漳州的客家重点发展去推动，后来又加强培训行业师资，本行业示范就职者也得台中市的团体来开展培训。下个新闻，李信龙台中报道。